阿臭尼姑公然违抗圣旨，你咪认命偿啊！废话少讲。武官，师太，手下留情。道德个狗贼嚟见我。姑大人，有个叫五梅师太嘅，话要见阿冯道长啊。道德高着数，你两个卑鄙小人、无耻狗贼，正你就即刻退兵，否则同你今日就要大开杀戒。就凭你一个人，唔信就即管试下。好，我亦都凭一个人嚟收拾你。好，高正宗，今次就系你大罪立功嘅机会。道德，你。想违抗圣旨啊！仲可以，凭佢？冇错，就凭佢。你未免太高估佢啦！五妹，废话少讲，走。快点带人去追！